我在家闲的长出了蘑菇，我把蘑菇煮了吃掉，中毒了。去了医院，医生说我中的是好孤独。医生给我开了药，掉在了地上一直响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好想出去玩。国家有难，咱别添乱，坐在家里正式贡献，亲戚不走，来的还有，朋友不聚，回头再去。大门一关，被窝一钻，喝点小酒，一地一天。疫情一过，再去狂欢，利人利己，互不传染，坚持几天，确保平安。终于到了啥也不做，在家躺了，就是为社会做贡献的时候了。你不做贡献，可哪辣子？过个年是不是把你们一个个都过傻了？说你，你别不服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一秒钟之内答不上来就别嘚瑟。今天星期几？不许看手机。锄禾日当午，睡觉好辛苦，睡了一上午，还有一下午，晚上接着睡，实在太痛苦。上午睡，下午睡，晚上还得接着睡。为国睡，为家睡，为了平安还是睡。祝大家睡睡平安。